JoJo Spy，Let's go。这个世界五彩斑斓，真真假假迷惑我们的眼，用你的心认真去看，发现真相就在不远。Hey you good or bad， 真真假假，逃不出这心灵的火焰。带上你的所有勇敢，也许就能拯救这世界。邓先生一路上辛苦了。请问是奇乐天小侦探吗？我猜你就是丁总经理吧。正是鄙人。这次世界著名画家张戈登来金枪鱼镇做画展，正好落脚地就是 B 酒店。嘿嘿，而恰巧这里最近经常有东西失窃，为了保证那些画稿的安全，需要本大侦探出马抓住案犯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本酒店已经很久没有来这么尊贵的客人了，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万一要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恐怕本酒店就要面临关张的危险了。你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放心吧。不过在开始调查那些失窃案之前，有一点我必须先提醒你，别忘了我的条件了。这个你放心放心。喜欢这画吗？但是我喜欢。就是这幅画神奇的力量让我和过去说了再见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了。那当然了，张戈登大画家，这幅画同时也是您最贵的一幅作品呢，真想快点把它收入我的怀抱。你也不用太心急，龚大喜先生，这次画展后我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我有些失态了。齐乐天，你还是很精神吗？不过今天就是你普法认罪向我加冕 K 恳求原谅的日子。Stop baby。 K 射线，这就是他的罪证。这个人就是最近盗窃案的嫌犯，浑水摸鱼的小偷。没错，这位就是本酒店特别聘请的本次画展的安保大师 expert 假面 K 先生。好了好了，老舅，我也是职业侦探嘛，忙完手头的案子马上就回去了。什么案子？回去再说喽。晶晶，你好慢哦，快吃完回去。啊，海医生，
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本来今天想来看画展的，没想到一个手术把我从半路上叫回去了，现在赶过来已经闭馆了。哎呦啊，这不是名医嗨医生吗？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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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海医生，你有希望了，假面 K 是这里的安全主管哦，说不定他可以帮你通融一下哦。 No 虽然我是这里的安全主管，但也不能随随便便打开展馆的门哦。我理解，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，明天再来看好了。疼吗？戈登先生被害了，信仰之源被偷走了。忍着点，戈登先生。好了，接下来就等警方过来了。都怪我，非要丁经理把那幅画拿到我的房间里来。辛苦你了，丁经理，原谅我这老头子心血来潮。没有，本酒店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第一嘛，没问题。麻烦你把它放在卧室好吗？我想睡觉时看到它。好的。这幅画真的有一种魔力啊。哪里画？您的每一幅画都很有魅力的，而且这幅画呢，确实是您的作品中公认价值最高的。哦，戈登先生！戈登先生，画呢？我应该再冷静点，真该死，这下我完了。干的，水。真是不幸啊，大画家自己最喜欢的画被盗了，而且偏偏是我马上就要到手的那幅。龚先生，请你冷静，我也没想到那个所谓五星级酒店的安保会这么差。嘿嘿，别给我演戏了，你以为你能瞒得过我？这里肯定有鬼，要知道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的过去。请你们出去，探视时间已过，病人需要静养。好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们走。海医生，很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您对我这么好。没关系。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了。这么说，案犯就是从阳台射击弓箭，之后又趁乱取走了名画，跳窗而逃。这里可是八楼啊。司马光，别急着下结论，阳台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指纹和脚印。是很奇怪，盗贼如何能够做到从阳台射击，之后又在黑暗的房间里不留下任何痕迹的带走画呢？这个难题就交给我天才侦探齐乐天吧。让我进去，你们又想把我排除在案件之外，也想偷偷背着我干坏事。开门。齐
极乐天大侦探可不可以协助我们搜索一下周边，说不定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线索呢？听话，极乐天。特别不想一个人孤单寂寞，当时人生难免会有些不快乐，告别经典总是让人觉得失落，看看明天在地平线向我招手，每天就在日升日落，抓紧时间幻想更多，期待生命中